我们就只能最基础的从对线儿啊，先打爆自己，先打爆对面。你已经炸了，怎么就炸了呢？打一把绿纹啊！一 A 往后拉，注意我们的拉扯吃药，再 A 往前走，绿纹一级打不过我们，别着急啊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，小伙子？我这是点烟没套，正常套点烟我们不用跑，知道吧？我这是这个点烟没套，想省个点烟。这我们技能没交，杀掉。这怎么1-4了呢？啊，对面来抓我们野，然后对面全死了呗。行。这是什么段位？这就是你平时玩的段位。据我所知，你也就这个水平了，小伙子。你以为这个瑞文脑淤血，其实你跟他差不多。一下一过来 A 再 A 接 W 走，别急啊，这波他兵稍微有点多，套点烟，一 A 交闪，闪现 A 一下回家，回家。以这个小兵的前进速度来讲，我们回家出来以后，应该兵线正正好好卡在这个位置。完了，失败了，数学不太好啊，没算好，靠！啊，这个位置。别砸了，别砸了，过分了啊！你想吃炮车的经验，那是不行的，小伙子。抽一下走了，没吃着，可以。我估计这剑圣一会儿指定得来。我们在压他的时候啊，注意点，这个剑圣什么时候来 ？A 接 Q， 到位了，再 A， 再 A，A 接 W，A 接 QE， 先把他秒了。我有小饼干，问题不大。呀，哎呀，他是，哎，这能给我砍死了，这剑圣。这都能死掉，我真是没想到，这怎么能死了呢？这不对呀！他正常来讲是砍不到我这一刀的呀。我们第一，我有血瓶，对吧？我跑得比他快。第二，他没有鞋，他根本他就不应该砍到我两刀，他就正常就应该砍着一刀就没了，明白没？这波直接塔下啊，打兵让他打我们没事。A Q E 走。
抠一下。这绿纹打我还挺疼。好快的连招啊！啊，刚才这波就应该双杀，可能是 bug。等一波兵塔下把他杀了吧。他补刀，我们就上去锤他。啊，你得给对面压力，知道吧？让他有压力，让他根本就没办法上来补。现在一 Q 上去不合适，等着剑圣过来啊，慢慢控线，这剑圣马上来，等他。先插个眼，我得知道他什么时候到。往左边走了。那个剑圣来了，最多五级。走，咋了的？好闪！我们肯定是不用大的。哎，给口汤喝。我知道他有蓝，我把他蓝收了。往上拉啊！你瞅啥呢？嗯？不是，这还有反夹一下呗？这还要回来？小伙子，那可不行啊！这可不行。上去收兵，分离者了。我们留技能，他只要敢烧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走，回家，分离者了。分离者出完以后，你得知道你要干哈，你知道吧？现在你就当队友是劣势，但是别管他们。现在我们要是往下走，这指定是没用，因为我们没有大，下去也拿不着人头。这猴这玩意儿没控制，你知道吧？你就上路推你自己的。什么时候一塔没了，解放了？哎，再去。一塔没了，因为这个瑞文回家了。呀，出来的还挺快，你看什么？四秒钟。两层塔皮没了，只剩两层了，来扣一下 EA， 搁塔下一站没用，我要杀你了小伙子。 EA 扣转起来 W 一手 A 接个扣再转，耶，怎么卡了呢？哎呦，剑圣来了是吧？没关系，就这还要杀我呢，兄弟。
直接在这回城，右边插眼，他从右边来，我们就直接往上跑。我也不动，他从上面来我就往下边走，他从下面来我就往上边走。这把对面辅助是个什么东西？锤石，那我得来水银海了。把提亚马特出了，然后带个针眼，刚才要是没有眼我们就死了，可能知道吧，刚才要没有眼我们就没地方跑。你不知道剑圣到底是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来，你就得猜。兵线过来了，我们把它收了去啊！哎呦我操，好惨的阿卡丽，我要写个惨字，我要给你写个惨字，兄弟。这波看情况到底怎么办啊？有峡谷先锋，这边要打小龙。而且对面技能全没有了，这波我们得去中。我来了，跟我来来，这剑圣还在这打打野，我扎他来。先把剑圣杀了，你干啥呢？先把瑞文杀了啊 ！QE， 他没技能了，把药吃了。这波追锤时闪现 AQ 过来杀大树，等他狙完 EA 死。哎呀，抢人头，这不行哦！我发现呐、啊，就是包括就某些职业选手啊。某些主播呀，玩猴呢，都先放 W 进场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一定不对的。这个技能多少秒 CD 啊？16秒。你知道放完这个技能进场以后，你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情况吗？你没有任何逃生技能，并且你追不上人了。你不可以放这个技能，这个技能一定要留着。要捏住了，你看扣一下 EA 再 A， 这回再放 W 技能，知道吗？你还追呀、啊？不是吧，兄弟？哎哎哎哎，救一下，放甲好！哎，给我来一口，别把剑圣杀了！靠，我点死他！大爷，没有蓝了，他锤石啊！锤石加大树，我没有想到，来个九头蛇，出完出死亡之舞啊！你不会连他都打不过吧，兄弟？不会吧？哎呦，对，往下走，快救一下！你看这个阿卡丽，他就不够细，刚才放完烟儿。往哪一往这一的时候往这儿走，啪一个斜角一，知道吧？直接一到烟雾弹上。瑞文如果闪现一个一回来玩一波，秀他一招，这就不够细节，老子不够用。我一不玩阿卡丽的我都知道，智商不行。一吸地呢？我知道一吸地呢。他刚才最后放E的时候没有烟吗？不是有烟吗？最后放E的时候没有烟吗？不是有烟吗？这肯定应该斜角E呀。A Q
EAR 转起来 W 一手双 Q， 又是你小伙子，你有点过分了，我有点生气了，你有点过分了，又是你，几回了？两回了，三回了。当这个剑圣杀我们两回三回以后怎么办？我们就应该注意点他，下回杀着瑞文之前想一想这剑圣搁没搁方便。全死，来往文找来，你跟谁打的不是兄弟呀？啊，你是跟谁打的？我这一看呢，这大树还有这个这锤石，旁边有人吗？有跳弹吗？呢还把瑞文引过来了，挺好的。 EAQ，我打你连大我都不用，你打我都不掉血，给我刮痧呢是不是？把小龙拿了，还把这绿纹给我引过来了，还找剑圣啊！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找剑圣，他们家谁翻盘点？就这玩意儿是翻盘点，那维克托这把都不行，就是剑圣是翻盘点，所以一定要找剑圣。哎，这剑圣干啥呢？谁允许你在塔下这么放肆？小伙子，我们还是大意了。我这波没杀剑圣，我这波杀维克托去了。我操！我一看这维克托一身血，给我定住了。靠！出一个死亡之舞，这波很明显要撤一手啊，要撤一手。据我的推断，应该是要都死了。耶，你看，我就说对面要都死了吧，漂亮兄弟们，打个小龙。哎呦我漂亮兄弟们，这波为什么赢了？因为我们把对面的技能全打没了，知道吧？老维克托，把你的第三只手给你掰了，我让你搁这儿，我让你搁这儿，去红 buff 啊！这波一打五，四个人最多撑死了四个，没事。让大树捆甲猴杀剑圣。哎，这剑圣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我操！啊，这不对呀、啊，这剑圣虚虚这么高，我操！他吸我血，他都一块一块往上吸，你看着没有？这剑圣大意了，这得来个死刑宣告了的。哎呦我操，他的吸血！这些给你吸的呀，出个死刑宣告吧。这是个混沌，这得跟着队友一块走了啊，用控制把他杀了。
这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他们就俩人，他们俩杀谁呀？来，对，别交技能啊，别交技能啊，别急，别交技能。W 一开 ，A 接 Q， 平 A 转起来。这剑圣没有人打得死是吧？来了，把剑圣杀了，剩个维克托。怎么队友都没了？你刚才就一个小破包女来。哎呦，点死维克托，剩个瑞文。刚才那爆发伤害都没有，这把可能得出个血手了。你看到没？这边就杀我们。哎，不行，不出血手啊！这把出个什么呢？这把出个春哥。出血手也没用，出血手也不用。出点护甲，再带个能复活的东西。这蓝我们不要了，给了阿卡丽吧。操你妹了！叮，救一下，还行，咬死了。哎，这锤石挺烦人的，我操！没事，让他们追，我倒要看看啊，你们家剑圣死了以后，还有没有人能打虚区？你们这波能不能赢？他们家这波能赢，我就去吃屎。我看你们怎么赢啊！把这绿纹杀了。看看你们家的区区到底谁来打？没了，这叫兄弟们，炸维克托呀！一打三呢，还能啊？不能吧？这阿卡丽打人怎么不掉血呀？这不对劲呢、啊！这我马上到了。来，别怕！哎，别怕，别害怕，来。哪有伤害呀？锤石？干哈呢？把小龙打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这一个维克托一件装备，他们都打不死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。那包女儿三件，两件半，啊！你旁边没队友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，小伙子？啊，你闹着玩呢吧？那绿纹呢？要杀谁呀？这是？打大龙去都，哎呦我操，玩呢，
维克托就俩装备388的给龙抢了呗，兄弟，像点人了，真是我操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2150差点钱。你说人家要是发育好点儿，装备不错也就算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这么点破装备也能把龙给抢了？那他一个斩杀技能也没有说700-800吧？你一个惩戒还760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来中吧，这又给耗一波。你咋的呀？你咋的？我这春哥白出的是吧？啊，我这春哥是白出的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那我这春哥是白出的，我操了，我让你勾我来。一个人怎么的，敢在这守塔的呢，兄弟？剩个大树了啊，一波了。对你狠的，这锤石上来勾我，你勾吧，你就往那春哥上面砍，对，那剑圣砍完春哥，自己技能刷新不了。换个 W 的打一下，再打。能不能一波的？能，拆吧。你拆基地不就一波了吗？点烟一手，点个烟给他。哎，点烟算不算放一次技能？神圣分离者。应该不算好。